念文 N 趨向零，第一個是二分之一，跟住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，尾嗰堆，尾嗰堆剩翻呢一個。好啦，咁唔使計噶啦，因為 take limit 之後呢三嚿嘢係死咗噶啦，剩翻呢度四分一。我再三強調一次啊，因為其實我呢份嘢我舊年冇噶，我今年先擺落，所以你見到我突然間唔嬲好多，有個 lesson 零出現嘅，因為我要褪翻個位啊。我費事咧將個我將 lesson 一咧就褪咗係 lesson 零，跟住 lesson 一咧就用呢份嘢嚟 replace 咗佢。咁我個原意係咁樣做嘅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再做多一條俾你睇下點樣運用呢啲咁嘅問題去 solve 一啲以前嘅 DSE 題目啊，十四。好，我停咗佢先。